小时候我老逗逗，一孩子长得脸太长了哈。后来他说等我大了，我用头型来折一下啊。咱不知道留着是，啊，羊驼，就这个朝鲜的这个头是，不是韩国是吧？我闹不清楚，是一个地儿吗？那个好像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大长脸，挺好，倒是挺热闹。那会儿小时候我就劝他，孩子没事，长大了就长开了。其实后来我想，可能是我看开了，是吧？是我想开了，这是啊。你说你是人，我就相信你。都没人相信，这还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？哎，你们有身份证吗？有啊。有啊。我也有身份证啊。现在狗都有身份证了。就是。咱呐，说我把狗放一边。好，你去那边。哎啊，我上哪边去？来这边。哪边？去那边。没听说过。对。坐下。我还训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训谁呀？行。行了，2300呀、啊！还有衬衫呢？衬衫不是，衬衫不行啊！各位，衬衫脱了，枕头卖了，行吗？各位，不行，这不是2300，把我衣服脱的，不是，脱是，你赶紧给我脱，不是脱，再来，就脱，不是，你喊他干嘛？谁也救不了你，脱，我给你勾枕头，给枕头，这哪儿行啊？这衣服拿来，衬衫给你了啊，啊，行，走。这枕头给我了，你太性感了！我这孙越准备，伸出左手，攥拳，伸出左手食指，往回圈，再圈，捅鼻子里，抠，再抠，使劲抠，拿出来，放嘴里。怎么嚯，脏不脏啊？起来，老头一起来，先上河边啊，写毛笔字去。啊，他还好练个书法。我不是你们谁去啊？嗯，那叫地书。什么叫地书？这么大一杆儿，前面海绵头，哦、第一个桶，蘸水跟地上写字儿、啊。对，写写就干了。干了，老头、嗯、今天写古诗。嚯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哎呦，哎，有点品味。从前两个字开始练。好，滚，滚。滚滚，光练这俩字儿、啊，写的整个广场都是啊！哎呀，啊，警察给弄走了。那是你这个，你骂谁呢？你这是啊，太不文明了这。啊，关键他一边写一边念，一边逮谁看谁。是啊，滚！哎呀，嗨、哎。